个人物了。大姐还带两个男人呢、啊哦，身边的两位男人，要求很高哎、欸。还有那吓人的、啊，一次还带来两枚、啊。对，好恐怖哦。还有，赶快来欢迎我们陈美凤小姐，向荣恩五号者，干嘛？天天有默契，天天乐翻天。好，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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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都不来，每次歪哥来，我们都要威胁他，对，不把他弄完。对呀、啊，他每次都你在出唱片了、啊，结果歪哥又来，歪哥来打歌。对呀、啊，然后他还唱你的歌就算了，人差那么多。对呀、啊，唱的又烂，简直是破坏你的唱片。对呀、啊，这而且最近你都没看到吗？口蹄疫又那么流行，弄一头猪头来，哎呀，好乱。今天没来的这位吴浩哲先生，吴浩哲，大家好。哎，对对，以师姐的身份推荐一下。对呀、啊，您帮我们观众推荐一下，推荐一下。那么吴哥呢？他的声音真是没话讲。吴哥、啊，是啊，是啊。哎呦呦！你叫我五哥来的、啊？你想要干嘛？意思要不要他操劳？操劳是文雅的，不过这美凤姐晚上会变名字、啊、改名字。他们晚上叫什么？会告诉我们。收了工资，这个有怪怪的事情哦、啊。晚上叫妈妈嗓子啊？会红会红文字。哦，来的江红，哎，大家。其实美凤姐她相当敬业嘛，那。嗯收工之后呢，他对他娱乐，他也是一样相当的敬业，是是，敬业到连名字都要改哦。对，这样他才可以玩得很尽兴。那叫什么来着 ？Tina。Tina， 不告诉我，不是啊。哎呦，松飘飘。不是，收工的时候去那个什么 pub 啊，听听音乐，那个不要再叫美凤姐了、哦，大家都一样嘛，请叫我 Tina。啊、然后他，我都叫他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叫什么？哦。生猛海鲜，生猛海鲜啊，生猛海鲜，身材非常的好。那这位呢？这位呢？这个是要炖排骨。对，不过其实他们合作一定有很多好玩的事情啊，有我们再分享一下。小五他录音的时候，他有一个现象，就是录音室人越多的时候。他就表现得越好，越好。哎，我告诉你，他真的需要辣妹去，哎，辣妹有辣妹在，哇，那个声音飙得多高啊！那江宏文一定也有一些趣事啊，生猛海鲜。他去录音室的时候，他会带哑铃。哎呦，录音室来带哑铃，真的差点没带举重。这个呢，一方面因为录音需要这个比较好的肺活量，那可以一边运动啊，然后。哦，一边还唱歌一边运动，一边唱歌一边先运动，然后就开始暖身，可以唱歌了。哦，这个每个人怪癖都不太一样、啊。那美凤姐有什么怪癖呢？对对，这有两个师弟。要光讲别人呢、啊，那怪癖可能哎呀，经常录音的时候，因为他有时候因为工作很忙，非常忙碌，但是因为他习惯录音的时候一定要穿得很比较轻松一点，轻松一点，所以就常常会说在那个录音室里面就看到有人。在换衣服，清洁打扫完之后，第二天都会突然间发现有多东西，失物招领，失物招领，真的假的？谁的吊桥没带走之类的？他一定要把自己松绑的，才可能唱得好。通常我第二天还要再进录音室，对不对？第二天就有人讲，美凤。不大家是不是你的？加戏啦！有另外一个人怎么？哎呦，难怪很多录音师啊，免费的都愿意帮他录音。对对对，好，美凤录音啊，我要来，边结果嘛来。好了，不过说真的，其实因为合作了很久了，那我们就来给他们一个默契大考验。来来，白纸拿一下来。来来来，来默契大考验。注意啦，第一题，请你们写出陈美凤小姐最喜欢的颜色。颜色，我们把它挡住，好，好了，好来，好，请告诉我们，有两个颜色已经在我身上，再加上一个深蓝色，所以是黑白深蓝，黑白深蓝啊，真的，打开看一下，啊，真的，它黑白深蓝，有聊过，哎呦，有聊过，好，第二题，来，注意作答，请问陈美凤小姐平常一个月花钱在衣服上面，熊就爱开瓦贼。熊差不多完贼了。讲真心话，平均下来，我想应该不会超过10000块。不会超过10000块、啊、美金。好，看看这边答案，3万。哎呀，偷贼那我3万，不想知道。好，下一道题目，美凤姐最喜欢的追购写下米，最喜欢的水果，哎，水果。哎，写一样就好了。好，来来来，答案是什么？哎，我是喜欢葡萄，还有这个芭乐，还有这个榴莲。葡萄、芭乐、榴莲，这个厉害了。这是三个加起来没有一样对的。有啊，有一个对芭乐啊，一个芭乐啊，芭乐跟这个莲雾啊，芭乐莲雾。好，第四道了，我的题目就犀利多了。嗯，请问一下，陈美凤小姐最欣赏的男人是谁？是谁哦？哦，这个简单啊，尽量写张富啊，不是。不一定说是报纸上看到那些的啊，我们欣赏归欣赏，交往归交往，搞不好是国外艺人都有可能，交往的不见得欣赏，欣赏的不见得交得到，是哪一位？我喜欢一个国外的影星凯文·科斯纳。哦 ，Kevin Costner。哎，哦，哎，哎呦，对对对，
你看啊，我跟你讲，我们有政策，他们有对策，真的耶，对不对？我们是想要让他答出来，就是对呀、啊，张三，我们国父，周昌和明之类的。没有喜欢就是欣赏啊。好，那我们看看第五道题目，请问陈美凤小姐最喜欢的运动是什么？来，两位对不对？作答。好，运动哦。装可爱，暖身一下，待会还有很多的单元哦，真的、啊。好，来来来，答案是喜欢打羽毛球跟游泳。好，羽毛球、毛球游泳。哦，但是没有游泳。羽毛球是对啦，游泳是那半分，那只有半分，就在游泳池旁边，两个钟头头发还没有湿那一种，就是怎么样？来啊，来比比看啊！我靠，还有这样跟人家比身材？如果我的头发游泳不会湿的，因为。哦，仰视啊，不是那个仰蛙式，狗爬式，那叫狗爬式。哎、欸，美女做狗爬式多恐怖！蛙式，蛙式，头在上面。下一题，好，第六题了，这个是厉害数字题了啊，有关这个哦，这个厉害。请问陈美凤小姐，哎、欸，三围加起来是多少？加起来啊？对，写。鞋太大也会，起码有九十吧。鞋太大，他会反感。你们是嫌我屁股大，鞋太小他会气哦。你们是嫌我。哦、好嘞，是多少？我是加起来。哎呦，哪有叫人家公开的？没加起来不会很尴尬，对呀、啊，你不说我们看也差不多。对呀、啊，加起来我还没加哎。那加上看，你讲我帮你讲。好，比想象中小哎。天哪，我只听到第一围，其他我都忘了。谁会记得第二围？34+25+35+35哇，四进一上84，三六七八，94啊！哎呦呦呦，这把我吃力了，差不多。哇，两个都写90啊！看一下评分表啊。好，来来来，我们看一下三题跟四题。对对对，那我们就先看，如果是答对5到6题啊，好棒。好棒好棒棒，哎呦，好幼稚的！恭喜你们默契十足，继续合作，保证唱片大。可惜没有答对这么多。那只是0到2题啊。哦，逊不及格。这是女生写的。哦，逊不及格。建议你们平常要多沟通一下哦。每天收看天天乐翻天，一定叫你得一秒。好，这个是他们两位了，真正的默契是怎么样？不要气馁，在机这里，只有不要只顾自己，要多关心对方，有空请对方吃个饭，相信成功一定是你呢。加油加油！不过刚刚美凤姐有讲啦，因为平常真的其实私底下大家也各忙各的啦，哦，也比较少碰到。是啊是啊，不过平常讲，今天这个美凤姐来到我们节目当中，不能让她没有唱歌，我们就让他们来唱一下，现场唱一下。来来来，我们来一个音感大考验。好，来老师请啦。好，加油加油。下歌那个地方真恐怖，对，好，对呀、啊，来来换一个男的，来，江宏恩来，江宏恩来，那地方有俩红的，你不行。单你看，望你听，单你看，望你听，也是一首闽南语歌。美凤姐应该已经习惯了啦，啊，已经有感觉了。Go， 老师。需要搁讲话，阿无你行到哪，心肝都哪欠一半。等你看，望你听，做阵打扮分心情。已经惯是目睭放乎你来娶。哎，你们是在 rap 是吧？你真是不免讲话。No。Oh no。你的耳听，梦中来你对我话，梦中也是我，梦的电话声。快紧紧跑！
啊，有够妙！哇，那瓜吼这么好听的歌，你们怎么把它弄成这样？本来是互相称赞的歌，对吧？就怎么变成哇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！哦，真像闽南语 rap， 你知道吗？那你好，你是下面精灵啊？他们表现算不错，接下来还有更难的考验。调子都没有跑调。哎，对对对，调子都不错。这一段的考验呢，我想你们历经今天之后，恐怕有很多把柄在我们手里。你马上进入我们的二选一。好，二选一，第一题很实用啊，来看一下备选答案是什么。来，像啊，柠檬跟凤梨啊，来，请问，在装三明治的盒子当中，可以放进什么东西可以保持三明治的新鲜？好，美凤姐，来，美凤姐，柠檬，柠檬，来，是不是柠檬？接下来看下一题，是跟医药分业有关系的，来，请看，三天跟七天，来，请出题。好嘞，请问我们医药分业制度实施之后，民众必须持处方笺到健保特约药局拿药。哦，来，好，三天呐、啊。三天，通常一张处方笺呢，有效的时间为多久？三天吗？是不是呢？三天。对了。对对，为什么三天呢？因为一般的药啊，三天之后就会开始啊有变质。来看下一题。来，菠菜跟白菜，哎，这很有意思，请出题。好嘞，请问蔬菜王国当中有蔬菜之王的是哪一种菜？好、哦，来，男生组，总算男生是强了。菠菜，菠菜，菠菜是不是菠菜？下一题，请看有没有？来，请出题。赤道有没有企鹅？好、哦，什么怪题？赤道哦，美凤姐，赤道有没有企鹅？有，有的，来看看是不是有。厉害啊！而且还名字很奇怪，叫加拉巴哥企鹅啊。好，我们看下一个题目，来，请注意了。哎哎，鱼肉菠菜又有菠菜，来，请注意。好，请问儿童贫血的话，应该少吃。好，美凤姐，少吃。哎，学生都知道，好厉害啊！少吃，少吃鱼肉吧。少吃鱼肉，看是不是鱼肉。菠菜不是可以补血吗？对啊，这个我解释，这个要解释一下。因为呢，虽然说菠菜是造血的元素啊，因为它有含铁，对不对？但是哦，儿童发育期啊需要钙，还有需要钙，所以说呢，菠菜是不行，因为当中有一种草酸会吸收钙，虽然它会帮你造血啊，可是它会吸你的钙，所以对儿童来讲是不好的啦。哎，来看下一题，来，请看，好，是不是？来，请出题。好，请问台湾药品分为成药、还有指示药、处方药三级制是否正确？是不是？来，美凤姐，好，来来，还是你这边？是的，是的，来，是不是？好，对的。指示药、处方药，还有我们的成药。哎，而且要跟大家解释一下，什么叫做处方药，什么叫成药？成药就是药性弱，不需要指示使用的，就叫成药。那么指示药是药性温和，由医师推荐使用，并且指示用法叫指示药。那么处方笺呢，就是凡使用过程需要医师观察，再由保健特约药局确认无误的，就叫处方笺。好，这个是一点点常识，大家忍耐一下，我念完了。好，接下来看下一题，来，请看。好，注意啦，这是记忆题，请注意啦。好了，赶快把图案里面的事情记下来。好，来，请出题。请问地图上下雨的是哪一个县市？落雨。哪一个？来来，师姐。台南。台南是不是台南？啊，好厉害啊！太厉害了。好，很厉害哦。接下来是一个记忆题哦，请看哦，来记忆。注意看，注意看，把人物记下来。人物、有男有女哦，有乌龟哦。好，请出题。请问照片当中总共有多少人？总共，好，美凤姐几个？啊，九个是吧？九个，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九个呢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个。哎呦，三百件啊！下一题我们要到韩国去看一看啦，请直接看我们的影片题来。来，韩国题。당신의 아름답다당신은아름답다당신은不犯法당신은不犯法他在说什么、我们来看一下，你很漂亮还是你很丑？你很丑呢？好，男生你、来来，男生这个应该是用猜的吧？你很丑，你很丑，你很丑吗？哇，糟糕了，这师弟怎么会老是答错呢？好，我们来看看到底分数是怎么样。恭喜我们师姐美凤姐获胜。而且是这边是惨败啊！好，那我们陈美凤小姐可以跟我们一起玩精彩刺激的十字路口。
题目很简单，根据报道，西元2000年的时候，世界人口将会有多少？哦，左转提示85亿，直手提示72亿，右转提示61亿，85最有可能。72那谁来跳呢？啊，看你比较讨厌谁，还是来找现场的同学也可以帮你跳，古堡的同学啊，我来先跳。聊哦，好，来，那就别客气了啊，加油。师姐害你哟、哦。乱猜的，没问题的，没问题的。在旁边没问题的，没问题。你要把你选择是哪一个？自己来嘛。啊，那这个自己跳。我都已经这样子了，来来，请选择。也有可能哦，这边是实心的，那边是空心哦。哎，这边没有问题啊，这边。要能跳的吗？有跳，有人就掉进去。刘德华掉进去过，加油，我去。哎呦，来来来，下一个，当然没问题了。第二道门左转直手或者右转，完全没有提示了，这就麻烦了。他们在看脚印，没有用，那个工作人员乱猜。征求古堡同学两位，来快快快，来同学你们来挑，你这样几率就高了嘛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论定你过不了第三关嘛，所以让你多玩一会儿嘛。好，来请选择，选哪两个？左右各一上，左右五把二。预备，一、二、三！哇，你太夸张了！哇，你那也勇啊！哎，鬼让吓到去嘞！啊，好，可以了，可以来，我们过关，过关，这里来，从第三关来迈进，加油！舞龙舞狮的舞龙起源于哪一个朝代？在我国。左转的提示是汉代，直手提示是唐代，右转提示宋代，哪一个？来选一个，随便选啦。这个了。好，姜文来，请选择。请选择。好，不错哦。第四道门完全没有提示，一定要美凤姐自己来的啦，这个一定要自己来的啦。是啊，自己来好了。应该刘德华嘛，现在那四年啊，往后剩哎。不会啦，很好玩，真的很好。包嘛，大哈在嘛。我周慧敏嘛，就跳了呢。对啊，我们希望你跳一下嘛，我们有东西可以当预告啊。人类嘛，我爸的年纪比较大。老啊，用星星。别啦。好了，来来来，随便选一个嘛。哪一个？不然三个来宾一起跳过一个就算了，好不好？是啊，我们三个怎么样？一起跳啊！啊，那一个人过就过关了啦，就过关了，就算你们过关。只是纯粹是画面好看了。今天 special service。对对对。哦，好。你们要不要选哪一个？选换这个。啊，这边往这。你这换换换啊！好，请选择。真的是。那我来麦克风还我们。预备，一。二三 ，Go！ 好，掌声给你们。不是，你这个当师姐的一点都没有照顾你们师弟啊，真假呀？明知道中间过关了，还让师弟去跳。好，来来，也谢谢古堡同学，好，谢谢他们两位，来来，一起到前面来，来来来。要射中天天乐翻天就拿五枚了啊，其他都是一枚 ，Go！好，差一点点，乐子，所以呢，得到一枚纪念金银币，啊，是哦，也是不错啦，这是啥币池啊？美凤姐第一次来嘛，啊，对对对，来来，我们不要太严格了，恭喜恭喜，啊，我想把这个送给他们，可是只有一个，好，那再送一枚好了，再送一枚好了，帮你补一枚好不好？好的，哎呀，一人一枚，丢嘛丢嘛，这样子学风范，你看看。所以人家大姐大就是，但是大姐大刚刚又说了一句，那我要安慰奖啊！哎呀，你奶奶斤斤计较，应该实用，难怪。来来，安慰奖看一下，来来来来，来我们看一下，这个很实用啊！瘦身美女咖啡礼盒，这个很实用啊！谢谢，就你第一名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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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明天见。